啊，不知道时不时就来这里过去。完整的下来，然后那圈特别爽，在那儿遇到那帮，那、是，没有都没车停好，刚那车除了发夹弯撞死，丢的太厉害了，剩下都停好。你刚才感觉到你甩了吧？我这刹车不是我甩的，我刹车的时候压水泥地了。不是你过完来回到三叉那个弯以后，那个左弯我感觉有点摆，有一点，但是这还好啊。有一点，我就一路都没怎么看，119。行，没问题，我这个弯不会过，我老怕翻，我不敢吃里边，我走外边。这个弯啊，到这头到这儿，你就不会冲到外头。然后到这儿，对，我没去这儿就好了。但我这头确实快，我这头踩完刹车已经松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一直到这个弯。这弯你没一看就没看，你知道吗？太快了，这弯要提前刹车，完了那个也都70的速度过，是我太快了，70，我到那儿就点了一下刹车，我都不踩，表上80，实际也就只能跑70，那就是太快了，跑那么快还救回来好几回，也就20。
好吗？好点好一点，我连这个弯都能甩得过来。刚才不都回去了吗？对，这个都回来了。